那 boyfriend 呢，一共有六个成员，那我们请这个从高兴高兴，等一下等一下，好，一个一个来，好不好？I'm your boyfriend, one was boyfriend。好，大家好，我是钟敏，谢谢。大家好，我是黄敏。大家好，我是姓明。大家好，我是永明。大家好，我是杜轩。龙鼠一梦红高星，大家好，我是轩轩。那为什么团名会取名叫 boyfriend 呢？팀이름을왜 boyfriend 로지으셨는지？그회사에서지어주셨고요。네많은분들께사랑스럽고이제귀여운남자친구가되라는뜻에서지어주셨습니다。这是公司帮他们取的名字，而他们取这个名字是因为希望他们可以成为大家心目中的最棒的男朋友，是很亲近的感觉。是，所以他们的这个粉丝呢，就叫做 best friend。对啊，所以今天晚上马上就要跟这个我们台湾的 best friend 见面了。对啊，有什么感想吗？네저희가이제한국에있으면서도계속팬레터로대만팬분들의소식을접했었어요그래서꼭한번왔으면좋겠다고계속생각을했었는데오늘이렇게직접만나게될생각에벌써부터이제가슴이두근두근거리는것같아요因为他们之前在韩国的时候收到很多台湾的粉丝寄过去的信，讲了一些台湾的事情，所以他们很想要来台湾。那今天来了台湾，而且在这种场合，马上就要跟台湾的粉丝们见面了，他非常的紧张又期待。现在有粉丝好像要送礼物给荣敏还是光敏，然后还认错人，对不对？듣기로는이제전에팬께서광민씨랑영민씨께선물을한분께드려야되는데잘못들었다고네아因为是双胞胎，歌迷还认错人，拿错礼物了。아무래도닮아서좀그런좀재미있는일이있을것같다고저희가한번은어렸을때카탈로그사진을찍었었어요근데형이다쳐가지고요그래가지고제가대신찍은적이있어요他说他们自己小的时候要拍一个服装的目录在拍摄当中他的哥哥受了伤，所以没办法拍，所以他代替去拍了。哦，对，对，厂商也认不出来嘛，对不对？哈、哦，这个哥哥的话呢是荣敏，对，荣敏呢是这个头发颜色比较淡的这一位，哎，跟大家挥挥手，荣敏啊，对，然后弟弟的话呢是光敏啊，是这一位，对，好。那这个因为呢在这个成员里面呢就是我们都知道他们年纪很小哦，其实呢他们的这个平均年龄啊其实是不到18岁，对哦，这么年轻的他们，对谁是忙内啊？谁是年纪最小的忙内？我觉得明宇就是忙内，那也就是他们几乎都是学生啦啊，所以呢주빈은만두고샤먹바오를꼭먹고싶다고했었는데어저께감사하게도대만팬분들께서보내주셔갖고어저께먹었는데정말맛있더라고요他们来之前呢就一直有听说那个肉质很丰很多的小笼包的事情，所以想来台湾都一直想要尝试。很庆幸的是昨天粉丝们真的有送那个小笼包给他们尝试，他们吃过之后都觉得很好吃。哦，真的啊，都有吃到小笼包了，是吧？对，很难哦。哇。对，所以这个一个心愿已经了结了听说也有人想去101嘛，对不对？그래도한가지소원은이루어지셨네요小笼包。그리고듣기로는일본일등도가고싶다고하셨다고아네네직접가보지못하고오면서보기만했습니다很可惜的是还没有去过，只是路过的时候有看到那个大楼的样子。对啊，隔壁就是啊。바로옆에네좀굉장히높더라고요真的很高，是今天晚上会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内容，可以提前跟大家透露一下吗？네살짝얘기해드리자면은저희가평소에보여드리지못했던모습을많이준비했는데그중에서는댄스퍼포먼스도있고요또정말보지못했던개인무대도또준비되어있으니까많이기대해주셨으면좋겠습니다那就稍微透露一下好了，那么今天呢为了台湾的粉丝特别准备了一些大家不曾见过的舞蹈然后也有大家没有见过的个人的一些才艺的表演请大家都要期待。这次的活动整个宣传活动结束之后呢，马上要进行下一张专辑的一些准备跟宣传的活动了。那除此之外还会计划一些像我们
也希望他们能够像来到台湾一样的国外的一些演出的机会，那请大家多多期待，也多多支持他们。 처음으로 이렇게 대만에 왔는데 저희에게 많은 관심 가져주셔서 굉장히 감사드리고요. 앞으로도 이런 좋은 모습 많이 보여드릴 테니 기대해 주시고 많이 사랑해 주세요. 감사합니다. Boyfriend 是这一次是第一次来到台湾，他们看到大家这么的关心他们，也支持他们，他们非常的感谢。继续，他们以后呢，他们会继续的努力，请大家多多的期待，也多多支持，谢谢大家。